第二个，是吧？好，哇，放中间这里头，第三个，啊，第三个，好，我放这块，第四个，我还放在这块啊，刚才找过的地方，第五个，这个地方找过，三个不能叫吗？三个太远叫唤了，第五个。好吧，还是刚才那地方，藏在这一个，第六个啊，第六个，好，来，不能叫三文，你咋这么容易叫唤呢？第七个，好吧，来，用盆扣住它。第八个，啊，大妈，第八个。放跑步机这里头一个，第九个啊，第九个，再放一个，第十个啊，一、二、三，三位找上一个啊，三位找上一个，老四找上一个，老四找上一个，啊。三班长一个，老四长一个啊！搜搜搜，我都不知道藏哪去了。石榴长了一个，不知道石榴从哪长的啊？石榴从这里长的，小石榴长了一个，快搜！石榴长了一个啊，家人们，搜！小迷糊就长一个啊！哎，哎呦我操！老大找了一个啊，老大找了一个，老大找了一个小迷糊，老大找了一个，小迷糊刚才没闻着，家们啊，他刚才闻了，但是他没闻着，这个算老大身上啊，因为老大一直在持之以恒。三位起来，老大一直在持之以恒的找啊。老大找了一个，家人们啊，让小迷糊给蛋子给吃了，让小迷糊蛋子给吃了。但是呢，咱们这个零食算给老大的啊，老大来，老大来，老大算老大的啊。好，来搜搜搜，继续搜，再继续搜，几个了？老大一个，三位一个，石头一个，老四一个，是吧？老四一个，迷糊找着一个，五个了，还剩五个，还剩五个，来。哎呀，咱们是不是人手一个了？老四一个，老大一个。小迷糊一个，小石榴一个，三位一个，就剩斧子没找着吗？还剩五个，继续搜来，还剩五个，搜搜搜搜，在哪儿呢？咱搜搜搜，找找找，再找找，还有还有，在哪儿呢？小迷糊搜，还有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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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找找找，再找，三位还能找着啊？三位还能找着，三位还能找着啊？三位搜搜搜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三位。哎呀，三位又找着一个啊！三位找着一个，三位找着俩啊！三位找着俩啊！三位找着一个，搜搜搜搜搜搜！哎呦，老大又找着一个吧？老大找着俩，我们家老大找着俩，家人们，老大找着俩啊！老大找着俩，三位找着俩，是不是？继续搜啊！继续搜，继续搜。现在还有三个，现在还有三个没找着，还有三个没找着，你们知道是哪个吗？家人们，树上一个，底下一个，还有那个鞋柜里一个啊，还有三个没找着。我操，这个这么简单没找着，看到吗？里头那个啊，来，还剩三个啊，快搜快搜，三个找着俩，老大找着俩，腐妞现在一个没找着啊，其他小狗的一人找着一个，继续搜搜搜，迷糊加迷糊加油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跑步机还一个呢，老大找着仨，老大找着仨，老大找着三个啊，家人们，老大给吃了，让老大，让被老大吃了，啊，老大找着三个，家人们啊，好，还有跑步机一个呢，对，跑步机一个，跑步机一个，那底下一个，树上一个，哎，那不对呀，啊，那不对呀。那怎么算呢？这个账怎么算呢？啊，
老大身形太好看了。搜还有，再问搜还有，搜在哪儿呢？看在哪儿呢？找找小明花，找找还有啊，在哪底下呢？看底下没有？哎哎，对头对劲，没搜着，没有闻着，没有闻着，三没闻着，三没闻着啊，没闻着，没闻着，老四也没闻着，老是不是小石头闻着了？啊啊，小石头也没闻着啊。小石头没闻着，搜搜搜，搜在哪儿呢？虎妞，搜，虎妞搜，在哪儿呢？这怎么没闻着呢？怎么？不对呀、啊，小牛找了，牛找了，牛找了啊！哎，这个小牛大的找着了啊！小牛找到俩 ，seven 找到俩。老大找到仨，是不是？小明找着了啊！这算小明身上来，这算小明身上啊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来，起来！不许干仗！老大下来，老大，老大你下来！你不下来我拿不动。老大，你看看，这家老大赖住了。老大说：“这是我找的，谁也别想拿。”起来，明起来！老大你下来！老大你下来！老大来！老大说我就在这坐，谁也别想拿。老大累死小迷糊，来我拿起来。老大你起来，我给他们拿出来。干啥呀？都在这虎视眈眈在这瞅着。你下来，老大下来。老大你下来。啊，老大就这意思，谁也别拿了啊，我不吃谁也不吃。家人说这给谁啊？这的确是被小牛发现呢啊！家人们，老大看住了，你老四生气了啊！老四生气了，老四啊！老四下来，来，老四下，老四下来，带我去拿一拿去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哎，好，起来，搜搜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继续搜，继续找，继续找，来，搜搜搜搜，让牛吃了啊，搜。三位搜在哪儿呢？还剩两个啊，家们还剩两个，小牛找了两个啊，老大找了三个，三位找了两个，小石头找了一个，老四找了一个，家们啊，东北黑木耳55块钱一斤，家们啊，想买东北黑木耳可以拍弹木耳啊。三位搜，小牛蛋子在哪儿呢？那个蛋，这个最难，在跑步机上上面啊，在跑步机上面，这个最难，我估计这个也只有小牛蛋能找着。啊，肯定只有小牛蛋能找着这个啊！还有老大搜搜搜搜搜，树上还有一个啊，家们树上还有一个。虎妞好淡定的，他压根就不想找。来搜搜搜，再问，我都说了，树上有一个，树上啊，来再问，树上有一个啊，上树上找去，沙发没有了，沙发已经没有了。哎呀，我靠！三分找着了啊，三分找着三个，老三分找着三个，老大找着三个，小迷糊找着两个啊，快搜，沙发已经没有了，上树，集体上树。虎妞啊，你一个没找着，你信你不想说点啥吗？虎妞，我藏了10个零食，你一个没找着，那瞎猫碰死耗子，耗子也能碰着了啊。是不是你瞎猫碰死耗子也应该能碰着了，虎妞儿啊？搜搜搜搜搜搜，在哪儿呢？虎妞搜起来，快起来，去去，快搜，在哪儿呢？搜去去去去去。快搜在哪儿呢？搜还剩最后一个啊！我估计啊，看，哎呀，老大，我操，老大，我操，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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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老大找的，他妈老大今天找了4个家伙，老大找的，老大从那过去了，然后他突然就回来了，这家吗？老大刚才从那地方过去了，然后他突然之间他又回来了，啊？老大今天找了4个啊，
小牛蛋又给他拿下来，姐我拿，这个石头给老大啊，用老大勺的，老大勺了四个家吗？啊，塞文勺了仨，小牛勺了仨吧？不是，小牛勺俩是吧？小牛勺俩，塞文勺仨，老大勺四个，小牛勺俩，小石头一个，怎么多出来一个呢？怎么多出来一个呢？啊，我总共藏了十个啊，我总共藏了十个，老大找了三个，老大找了四个，塞文找了仨，那就七个是吧？小牛找了俩，九个，小石头找了一个，老四啊，我要藏个地方，怎么能让腐妞能找着这地方呢？家伙，怎么才能让腐妞能找这地方呢？啊？哎，腐妞能找呢？我藏在这块，腐妞应该能找着。家人们，我藏这里头，我觉得腐妞应该能找着。你看，啊，因为腐妞愿意边上去，老大愿意往侧边来，知道不？腐妞愿意往边上去，啊，只能说这个腐妞找的几率要大一点，啊，信不信？来看看啊，一、二。让妞妞一个人找，你可拉倒吧，啊，他压根就不找，他出来就一直瞅着我了，他不找。如果这个找不着啊，如果这个腐妞如果再找不着的话，我感觉今天晚上腐妞指定找不着。这个地方他如果找不着的话，我觉得腐妞如果今天能找着的话，我就去吃屎，家人们，我都敢这么说，啊，因为这个位置腐妞找过很多次。知道吧？除非家们他一点不上心，所以腐妞找不着。他如果但凡上点心的话，他想一想，他都能找着这个位置，知道吧？因为原先腐妞能找着这个位置，啊，老铁们，啊，这个地方找不着，其他地方你白费，他肯定找不着，啊，找不到腐妞找不到，他不找，他不找，搜。全都是泡沫，该如何去搜索？搜索！我看谁能找着，谁能找着，我奖励给他一个磨牙棒。快搜，加油！啊，老大知道找了啊，老大要找沙发了，啊，老大找沙发了，老大知道咋回事了。快搜，谁找着了给他奖励一根磨牙棒。你看看老大，你看老大聪不聪明，马上老大就找着了啊，家人们。老大现在已经找着那个靠背了没有，他肯定会翻别的靠背。搜啊，找着给磨牙棒子，腐妞搜去，快去搜。没事，正在参与。快搜。不是老大就是老四，毫无悬念，我就这么说。我觉得啊，家人们，我觉得应该是腐妞能找着啊。哎，要不就小迷糊，知道吧？要不就小迷糊啊。老大，我估计找不着那地方啊。他老大喜欢翻侧面，知道吧？老大不愿翻靠背啊。东北黑木耳55块钱一斤，老铁们啊，喜欢吃东北黑木耳的，咱俩木耳卖好几年了，卖5-6年了啊，卖5-6年的家伙，咱木耳老好了啊。完了，哎，你瞅着，你说我说的吧？是不是我说的家吗？啊，我说他肯定找不着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完了，我让老大给吃了，让老大给吃了。完了，让老大给吃了。你放心吧，腐妞今晚指定找不着。家人们，你信不信？家人们，我现在往屋里有藏十个地方，我藏十个地方，腐妞一个都找不着。你信不信？家人，你们想不想看我往屋里藏十个地方？
啊。